大家好，我们是漫才社会哈，请多多指教哦。大家好，お願いします。嗨，今天的主题是回去看看我们以前的漫才段子。耶、yeah. 嗯！上次我们看那个哆啦 A 梦的段子啊，那时候吓一跳，我的中文非常烂，因为来台湾四个月左右的时候的，所以还没看的朋友们，请看一下，很奇怪的中文。我的中文的话比较好一点，这个也是奇怪的事情啊，比现在好一点。对对对对，今天是第二集啊，对，所以今天看的影片是珍珠奶茶的段子，因为第一次做话题是那个台湾神火的漫才啊，是第一次演珍珠奶茶的段子是我们参加台湾的漫才课程的时候，所以来台湾第一年，对，应该还第一年的时候啊，嗯，那我们找不到这个影片，对，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对，所以没有拍吗？所以应该删掉。这样子我们看看影片是第一次参加大港开城的时候的影片，嗯，应该来台湾三年左右，中文也是有进步了吗？应该吧。那我们 OK， 先看看，哎，看一下。先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停止，因为那时候呢有。你好跟どうも、有两种语言的字幕、所以那时候我希望、让台湾人跟日本人、都知道那个我们演中文漫才的事，只是后面没有了这个原因，我已经放弃了、中文的字幕翻成日文写很难，尤其是小电视谐音的部分的话、那个怎么发音比较好，对，这个没办法、这个部分也是你们看看嘛，对，就跟日文完全不一样的、对，怎么换成日文，嗯，大家好，我们是漫才少爷，好，你到了你到了，我们来大家都问我们为什么来台湾，为什么告诉你们是因为台湾看好多了跟旁边的照片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这时候的我是最胖的，胖了20公斤的时候的我，真的很胖的。那个旁边的照片的人跟中间表演的还有你完全不一样，情绪太甜了，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没错，我最喜欢的就是中文进步好多了，哎呀，我也喝过超级好喝的，对呢，但是每次买的时候都会被问很多问题，对，对外国人来说有点难的，真的很麻烦，已经比我好多了，不好意思，已经超过你了，那么我当经营，那我当客人，好，OK，不好意思，请给我一杯珍珠奶茶。很抱歉，我们已经打烊了。哎呀，果然很难呢。不对啦。谢谢大家，我们的表演都结束了。也不行，太对了嘛，不行不行，刚刚开始啦，我快被打烊了。不会吐槽。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不好意思，请给我一杯珍珠奶茶。真奶是吗？是的。那么你要加珍珠？我不加珍珠的话，究竟是个奶茶吗？那么你要加奶茶吗？连奶茶也没有的话，究竟是个杯子吧？好了，你点的是真奶，不要珍珠和奶茶拼个上。等一下，渤海麻酱面的麻酱跟面要分开的。对啦，你很标准的，很标准的外国人说的中文，听得懂吗？听得有珍珠，有奶茶的珍珠奶茶，谢谢。好，那么甜度要调整吗？哦，甜度。哦，我们有正糖、无糖、半糖，还有全糖。全糖？那是什么？全糖就是这边都是糖呢。谁要几号糖啊？我要半糖的珍珠奶茶。哦，了解了。那么冰块呢？哦，冰块。我们有正糖、赤冰、小冰，还有小小冰呢。小小冰。哎，能帮忙点的？我那时候没有看过那个乔小兵，所以我随便模仿。现在的话，我女儿很喜欢看乔小兵啊，原来乔小兵是那样的角色，是啊，那完全不像吗？啊，很像啊，那 OK 啊。所以我看那个模仿乔小兵的人的模仿啊，对对对。啊，了解了。那么你要中
还是林北呢？林北他是什么鬼？林北就是我了。对，这个林北就是我了，这个后话呢，因为下面有日本的翻译，那怎么翻译比较好呢？所以，因为日本没有那样的什么脏话，所以下面的字母是全部都是大阪的翻译。哈，わしは踊れの親父やぞ，这样。对，わし，对，わしゃで，わしは踊れの親父やぞ，有一点感觉到。这个部分没办法翻成日文，因为这个中北、大北、林北的笑点，对，因为日文的话 M size、L size、親父，对对对，完全没有笑点。现在的话三十五元，三十五元，我没有零钱的，我是这样，那给你一千块，一千块，多么多，谢谢你哦。对呀，你要找我钱啊？是这样啊？看来现在我们有买一送一的活动，超划算的。所以呢，你要找我钱啊？你的条件不，你的钱来不？不是买一送一吗？对呀、买一杯送一杯是送你吗？对呀、你开心我开心大家都开心了，我就哎呀我随便啦，来干杯，好大了好大了好大了，我的怎么不是真爱呢？换一下换一下，也不要啦，果然外国人买青春来家很难呢，是你自己的问题吧。谢谢大家。不行呢，我的中文有进步，变无聊哎。最后的吐槽的台词是已经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啊，在台湾讲第三个漫才，你就开始讲是你自己的问题吧。真的很早哎，第一年的时候，哆啦 A 梦的段子的结尾的台词是过了啦。因为在里面讲漫才结尾的台词有固定，魔一有翻成中文的话过来了，所以我那时候的我的想法是先想里面怎么讲，然后翻成中文。但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没有意义，因为里面呢不是魔一有，不是好笑的台词，重点是听到魔一有，观众就知道啊，结束了这个漫才。但我一直讲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也在台湾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应该认真想一下，那怎么讲比较有结尾的感觉？是呢，为什么做京剧来讲段子是那个？真的，我们来刚来台湾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对，因为买京剧来吃的时候呢，冰块、老冰啊、味冰这个部分甜度要调整。对啊、在日本的话没有手摇的饮料店。对，我们也是完全听不懂，而且怎么讲比较好？对对，所以我们在公司真的练习了，不是那个漫才的。为了去无锡的买京剧来吃，先我们在公司那跟工作人员一起练习了。对，不好意思，我要一杯京剧来吃，对不对？没看甜度吗？对对对对，没看甜度。谢谢。对对，真的很可怕。我自己一个人第一次买煎就来家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很可怕。可能因为那个店员看起来那个买的人是观光客的话，没有问这个很多的细节。可是我们看起来就在台湾的人，这样所以问很多问题很恐怖。对，而且那个我们是那个跟台湾人一起语言交换。那时候也是一边写一边练习买珍珠奶茶的秘诀怎么讲比较好呢？好欢迎这个自己的体验，然后越练习越觉得啊，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改漫才啊，所以要一点点加热漫才的笑点。然后你们也是有可能发现了这个段子里面比较多谐音的当然我自己的话想不出来的内容也有笑点，也是那跟语言交换的人给我的笑点，所以这个段子是语言交换的朋友做的段子。是哦，是不是你想的？不是不是，是哦，我想不出来。太官想都听会失望吧？不是唱不上的段子吗？是是是。
啊，所以蔡英文创作也是第一次演的段子，就是我们真菌来着。可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段子，有人讲换了台湾朋友的段子，而且他们很奇怪啊，这个完全是外国人讲才有意义的段子吧？是是是是。我想知道他们结尾的台词，果然外国人买进去了，就很难的话，太奇怪了。还有这个段子的话，我们那个第一次上小燕姐，小燕职业的时候也是演这个段子，对，好紧张了啊！对对对对对，那个也很特别的经验，跟达康一起的。我是孝心，孝心是我。之前我是孝心，孝心是我。我是小心小心是我我是小心不是是吧有其他的格子吧我们背的台词是一个部分而已就一起唱这个对讲起来爸爸这个我是小心小心是我这是应该对我们来说那个第一次的经验很开心所以还记得简单的节奏对但跟康康上聊天的时候我唱这首歌的话康康上有点那个尴尬的感觉为什么好久一见的段子不要讲不要讲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很有趣然后第一次加还有不是第一次可是林北就喜欢了也是我完全听不懂这个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演这个段子的时候的观众的反应比较好啊，原来如此好像就在日本的外国人讲大阪的方言的时候我们也很开心啊，原来如此这样的效果对我们也是渐渐理解真的这个简俊来这个段子没有就在台湾的话不能做的应该 Open Mic 八点开始吧七点五十分左右三门说我拉肚子要回家了是是是哈哈的感觉那怎么办我们已经报名了那时候 我想起来了以前在蔡冠说在学生的时候讲我们的段子那蔡都可以跟我一起讲珍珠奶茶吗对好厉害我们练习只有一次而已他还背好了所有的台词好厉害对那时候我才相信你们真的在讲我们的段子很开心的事情下次呢我们也验一下蔡冠说我会说话嘛这个段子应该可以对对对因为台词没有那么多对的你会讲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OK OK 比他们标准多了这个不可以吧以后也继续拍这个企划吧是一个是淘汰浪的段子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来看看对对对对 OK 那拜拜拜拜